场非常紧张激烈的初赛比拼之后呢，成功闯入复赛的14名选手将在今天迎来更加激烈的竞争，他们将争夺6个进入决赛的宝贵席位，究竟谁能杀出重围脱颖而出呢？让我们拭目以待。首先呢，要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5位评委老师，他们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李文琪老师，欢迎。告诉他们你是谁？我是他爹。又回来了。哎，站长熟吗？熟。调度员熟吗？熟。都熟。都熟。弄几件扯皮吧。我去。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牛群老师，欢迎。自从吃了这下蛋公鸡的肉，哎，我变得机灵了。10块肉才20000块钱。真值！中国12亿人，每人出1个好点子，咱们老百姓得富成什么样？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中心著名主持人魏晨霞老师，现在呢，我们就在前往一个叫东茂洲岛的途中。我们就是在全国唯一的由我们军队自己管理、自己运营、自己维护的军用专线列车上。大家看，火车司机就是我们的战友。你好，有一种美啊，叫奉献。我们在这里呢。可以说是结识了一对恩爱的夫妻，特别是我们认识了一个心灵这么的纯净、这么的美丽、这么的善良的一个军人的妻子，著名歌唱家霍勇老师。海盗，老海盗，快乐的老海盗，半张划船我掌舵，船上满载丰收获。著名歌唱家博文老师。多少美人学在旗帜上飞扬，在旗帜上飞扬，也有思念生生若安澜，命似幽兰，不若此生。欢迎5位评委老师的到来。复赛比赛规则，复赛的比拼分为2个环节。第一环节，进入复赛的14位选手通过抽签分成7组进行2-2对抗，评委为自己支持的选手举星，获得多数评委支持的选手胜出。第二环节，胜出的7位选手每人进行1分钟展示，评委打分淘汰1人，其余6名选手晋级决赛。复赛现在开始，有请本场第1位选手上场。李超会选择谁作为他的对手呢？要看看信封哈。庄严。庄严，请上场。机械修理员李超在初赛中极度紧张的表现让评委印象深刻，这次遇上底气十足又有浑厚中音的电工庄严，他能否突破自我站到最后呢？这个李超跟庄严碰一块，我真的是替李超捏着一把汗。因为他初赛的时候唱得不错，但是他也许是因为紧张太木了。这个庄严就不一样了，庄严他很有经验，也有实力，这两个一土一阳撞在一块儿，我挺替李超担心的。庄严其实我从个人的感情来说我是特别喜欢他的，他音色很好，看他这个表现，拭目以待。请二位带上属于你们的红蓝星。那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的对抗较量就在李超和庄严之间展开。战友们，你们好吗？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亲爱的朋友啊，当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亲爱的朋友啊，当我决定化为昨日，只想去未来的路，我
狂交头天下，自古赤水出奇笔，吾将天仙冲飞渡，兵将归雁避昆明。敌人起家九员枪，那我却乘胜赶入城，调虎离山西京沙洋，毛主席用兵真无神，毛主席。表演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我喜欢李超。谢谢老师。理由是什么呢？庄严唱得很好，跟首场出来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就叫依然很好。李超到，你真是非常争气。谢谢老师。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所以我很满意。李超不光是跟上一场啊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你刚才唱的时候跟你现在都有很大的反差。你台上唱的时候你就疯了，现在又蔫了。李超呢进步很大，但是我这人爱挑刺儿，就是你高音的时候啊要知道控制。是舞台上就像我们演戏，演到激情的时候要懂得控制。过去有人演话剧演到悲剧的时候鼻涕流了都不擦，就是认为我演得太到家了，实际上那就缺乏美了。所以呢就是说高音的部分再控制一下，不是说我越撒开了越喊越好，不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庄严，这个其实你的声音不差，音色不差，但是为什么你给人感觉是有点浊，就是你的情绪没对啊，唱这个歌的感觉没对。是这个庄严，男中音声部唱这个四渡赤水确实很难，没有唱过美声的这个听着就一般，其实不知道这个歌特别难唱，要用这种美声的西洋的方法来唱民族的这个字儿。我给你唱一小段这一段啊，嗯，哒哒哒。敌人旗下九员枪啊，我是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京沙呀，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用兵真如神，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呐、啊，嘿。你要把这个气势唱出来，它因为这个很高，后面有合唱一配着，这个就出来感觉了。谢谢老师。好，谢谢各位评委老师的点评。那接下来呢，看看各位老师会把票投给谁？支持我们的李超呢，请举红心；支持庄严，请举蓝心。请投票。谢谢老师。哇哦，来，李超获得了四颗星，庄严获得一颗星。那本轮的对抗，李超胜出，恭喜李超。谢谢老师。没想到我有今天这个成绩，我
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我会更加努力的，为我加油吧。马上要离开我们战地之星的舞台，此时此刻有什么样的话给我们的战友说？能够参加这次节目，我真的已经非常满足了，真的，我很感谢，就是跟战友们在一块的日子，非常开心，因为他们的支持，所以说，我站到了这里。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请出何嘉毅上场。何嘉毅您好，我们来看看何嘉毅会选择谁作为他的对手呢？弃医从军的炊事员孙汉祥，在初赛中成功赢得了开门红。当他碰上投笔从戎的坑道兵何嘉毅，军中志士狭路相逢，最终结果何去何留？何嘉毅呢，有很强的表演功底，但是初赛他的作品不太好，这次他能不能胜出，就看他的作品怎么样了。而且孙汉强现场的这种感召力也是挺好的，不太好说。马上要跟何嘉毅进行对决，此时此刻心情是什么样的？其实我现在心情蛮复杂的，因为在私底下我跟何嘉毅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心情现在非常非常复杂。请双方带上属于你们的红蓝心。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亲爱的战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这次上台来特别不好意思。私底下有个战友跟我说，哎呀，你们别整那些节目了行不行，您整点欢快的。我想特别不好意思，所以我私底下就向我们的陈东浩魔术师学了一首，让大家乐呵乐呵，给大家演个魔术。叶子，叶子，花儿。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外出这个话题。我来说说我第一次外出的时候。你看那会儿第一次外出没经验呢，一外出在房间里面根本停不下来，这状态就像是50公里往返跑。怎么时间还没到呢？你说说。但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外出了，第一次在南京城闲逛，新鲜的，外面空气都好。哎，这儿有家沙县料理，哎不错，中午在这里好好搓一顿。走，哎，这里还有家兰州料理呢，到底吃哪家呢？到处走，到处看，这是我觉得第一次，啊。当兵真好。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这马路上形形色色的路人，看我眼神都不一样，可以理解吗？社会崇高职业啊，形象由内而外发光，不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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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了，我身为军人又是出门在外，我更不能为咱们军人丢脸，于是我走得更好了，一直走啊走，走到了咱们的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热闹繁华呀。但是这些热闹的街景都跟我无关，怎么回事呢？我注意力全在我前面那个人身上，他步子老走不对，你说说可不可恶？怎么回事？我刚把步子调过来他就变
我刚把步子调回来，他又变，我怎么还走成顺拐了呢？战友们，如果队列行进过程当中有一个这样的现象，你受得了吗？对嘛，我也受不了啊，我就拍了拍他。同志，你能好好走吗？社会崇高职业啊，由内而外，形象发光，不灵不灵，你知道他神经病。我刚想好好给他上一堂政治思想教育课，后面也有人拍了拍我。同志你好，哥们儿，你能好好走路吗？这满大街人山人海的，就你走俩步蹦跶一下，走俩步蹦跶一下。我得好好跟他解释，对不对？这事情不是他想象当中这样的。同志啊，是这样，这不能怪我，主要是前面那个他，哎，同志啊，那个我。你留下我一个人在风中凌乱，太凄凉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第一次的外出经历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同时也给我留下了后遗症。怎么回事呢？我现在每次外出，咱们领导都得让我班长牵着我出去，一边走一边说，哎，你好好走，往前看往前看，别看人家脚啊，不然下次不带你出来溜了啊。所以啊，同志们，我都不好意思说这话。瞧见没有，二拐了，我外出还得这样。自从我第二年以后，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可以逃离我班长的魔掌呢？这样我每次外出就可以自由自在的。等一下，今天我班长来到了现场没有？我把这茬给忘了，班长，你听我说，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的，班长，听我跟你解释。一首王菲带给大家会唱的战友们一起唱好吗？辽阔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难赦免的罪，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割下这枝玫瑰，寻得一个稳当安慰。可怜，那蠢动的音乐，教人们怎么沉眠。不知名的香水，不知息的鬼魅，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闻到一半的美。我捍卫你的秘密花园。老师觉得刚才两位选手的表现怎么样？我们再一次欣赏了何嘉义的脱口秀，他依然保持了上一场的他的表演的长处，我觉得表演得很好。谢老师，他表现了我们当兵的特点。你不要说你们训练有素的新兵，就连我这老兵，有时候跟着一个人在外边走，总想着同时左右。老师，我告诉你，这叫强迫症。强迫症，有时候就觉得，哎，是他怎么呢？这步伐老不一致呢，就有这种感觉，啊，这是我们当兵的人的特点。但有一个前头有一个地方，现在就是说叶子，花，这个没有变化，靠近，
是吧？就这么一点儿，叶子，叶子，花。你谢谢李老师，是吧？还有意思。哎，所以整个我觉得是不错的。这个孙汉祥啊，高老师，我不太熟悉通俗歌曲，我不知道你这王菲唱的是什么，哪个朝代的王菲啊？另外说实话，你整个一个歌我没听清楚一个字儿，我就听清楚后来是第三杯呀、啊，还是野三妹呀、啊？是夜太美，夜太美，夜晚的夜，哦、就是夜晚哦，夜太美。是的，我听说野三妹。但是精神状态啊，看战友对你的欢呼，说明你在我们战士之中还是有市场的。这个由专业的歌唱家们评论啊，我不多说。你没听懂，那个文琪老师没听明白。你看这后头的这战友啊，全跟着一块儿唱，就可见这个歌一个歌啊特别流行，一个是大伙儿呢都喜欢。实在是老了。所以说啊，你就是老了，落伍了。我这么说你，你以为我听懂了？我也没听懂。我是一个特别爱看相声，爱看脱口秀，但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能够让人笑啊，除了语言上，其实还是有点技巧的。这个技巧可能是在节奏上，有的时候我总觉得就是差那么一点点，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个表达。博文说呀，老是差那么一点儿，他感觉极其准。这和创作和你的若是审美也行，或者说自己的标准也行，更主要的艺术讲究感觉，是感觉。你感觉有了那个就往前走的那个意思，也就是说后头是山节号他都得乐，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哪怕半步效果就不一样，不信你试试看。谢谢牛老师。这个时候各位评委老师要做出你们的选择了，支持何嘉译举红心，支持孙汉祥举蓝心，请举牌。只要再往前走一步效果就不一样。你整个一个歌我没听清楚一个字儿，请举牌。想有一点遗憾啊。我这个人吧，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重感情，因为之前我就跟他讲过这个事，如果我们走到一起的话，我不想跟你比。有一点激动，现在还想。然后，我想没关系，汉祥，这呢只是一个开始，希望将来继续在舞台上听到你的歌声，好吗？好的。谢谢汉祥，再次掌声送给汉祥。有点不忍心。谢谢。那每一位选手的离开呢，都让我们有一点不舍，但是比赛依然要继续。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秦冲上场。你好，我们来看一看秦冲会选择谁作为他的对手呢？确定是这一张吗？张良。带着家人期望投身军营的通讯员秦冲与个性十足的坦克炮手张良之间，评委们将会如何抉择？秦冲和张良这两个人气质差不多。哎，我还是觉着那个谁啊，这个秦冲，哎，可能是能够胜出。但是张良的台风不够稳。如果他能够在舞台上的表现收敛一点，然后歌曲如果选得好，我还是挺看好张良的。
请二位带上属于你们的红蓝巾。小毛，让我看你们热情。好像热情不够啊。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照着我，也会落着我，它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山上，你在青城河，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心里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心里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整个沙漠，太阳照着我，也会落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生活而过，不用分我，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演唱，让我们听听评委老师的评价。我都举，两个人都很好，真的，我举哪个我心里都觉得特别难受。两个人今天表现的都非常非常好，秦冲的热情的沙漠唱出了那个这种热情，然后他这个张国荣的这个我被你演绎的也非常非常好，我真的不知道。如果鸡蛋里挑一点骨头的话呢，就是张国荣的那种孤独，那种独特，要想在这个歌曲里面表现出来不那么容易。你的缺陷就在于主歌部分你的情感表达的不是很到位，就稍微的白了一点。谢谢老师。我觉得你们俩聊天啊凑在一块儿都是互相残杀，
都有各的特点，秦冲唱的热情、豪放、激情都唱出来了，并且你的形象、台缘也是很好的。叶老师，确实很难打你们这两个。这两个小伙子确实哈，他们两位说的太接近了。对，太近了，而且呢，都特别是个兵样哈，特别有兵味儿，都挺帅的。我刚才大概就是这个列了一下，你们两个呢，比起初赛的时候都有进步。那么进步幅度，我认为张良进步了3分，秦冲进步了2分。所以呢，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张良。如果要给我权力允许我这样的话，那我就会这样。这问题他只给我一票，我就没招了。他们不同的感染我。哎呀，这个手心手背都是肉啊，那这一次难题要交给5位评委老师，支持秦冲举红心，支持张良举蓝心。特别喜欢秦冲，我特别喜欢你的歌声，有一点遗憾。有什么话给我们的战友们分享？没事，我还有很多战友在这儿，还有我的歌声留在这个台上，我还有你们。谢谢秦冲，谢谢。我们的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朱嘉颖上台。欢迎你，嘉颖。大家好。我们来看一看小甜甜朱嘉颖会选择谁作为她的对手呢？好，我们来看一下。黄璐思睿。甜美可爱、活力四射的报务员朱嘉颖，遇上英伦范儿的实力唱将话务员黄璐思睿，两位90后女汉子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他们虽然一个舞蹈一个歌唱，但是他们两个在初赛的时候我就觉得水平相当。战士们很喜欢这个朱嘉颖的舞蹈，但是呢，我更喜欢这个黄璐思睿的声音，她的音色和音质都非常漂亮。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黄璐思睿，因为她的音色是相当棒的。我甚至都觉得我还挺羡慕她拥有那样子的一个很有金属般的声音。我们本身这个女孩子的节目就不多，那正好两个女孩子又凑到一块儿，这个真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了。带上属于你们的红蓝心。
不愿意见到的就是你们两个凑在一起，因为这是必须有一个要下，简直太痛苦了，没法选都。就怕遇到这种情况，特别为难。纠结了吗？哎，是啊，你看这个小姑娘叫朱佳颖，是吧？是啊，是。啊，那个舞蹈每个姿势，几乎都引起了男兵的欢呼。这个黄露思睿，是老师。我老觉得你的名应该改成叫黄露三。One, two, three。是的，是的，从上大学开始，啊、同学都是叫我 one, two, three。初赛的时候，我看到了你的节目单，我说再等一等吧，希望他带我到山顶。啊，那么刚才唱的就是带我到山顶。这个带到山顶更纠结了。是。确实太为难了，我觉得你们俩都很优秀，如果他们俩都上行吗？这样他唱他伴舞呗。我觉着朱佳颖是的，是吧？你这个舞蹈啊，阳光、青春、跳跃、欢快，你都做到了，还欠点难度。是的，老师。咱再说 one two three 是吧？叫 one two three。你这名字挺英文的，我觉着你的交流，你在台上这种松弛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了，但是一定要有度。当这个摄像机啊到这儿的时候，你和他斗，这个一定适度，要少点到为止。哎，你的实力相当好，相当强。谢老师，博文老师，我都，我觉得我都没什么说的了。这个跳舞蹈也跳得特别好。刚才牛群老师说这个表现要适度的这个问题啊，我表示异议。稍微不一样的一点，牛群老师年龄大了，对，他就喜欢那种你就内敛、啊，自当我没说。特别内敛啊，特别啊那种柔情啊，所以他都不能接受女汉子这个三个字。其实女汉子根本就不是他想的那样。你哪怕你就过去就叫什么铁娘子啊，都她是个娘子。嗯，你用汉子，这个汉字是很讲究的，就是说你作为女性，你已经有阳刚之气了。阳刚在男性这叫美，男人娘娘闷闷的完蛋，女人汉子完蛋。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我希望你们都别成汉子，你们一定得有阴柔之美，女中豪杰，巾帼英雄。你说我跟一个说相声的表演艺术家，我变什么呀？我不变。是啊，你说我跟一个歌唱家，我还吼什么呀？我嗓子早哑了。挺轴啊，就轴。接下来难题呢，再一次交给五位评委老师。有什么样的话跟你的战友说？其实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已经很开心了，我是带着梦想来的，我是因为我父亲我才来从军的，因为我父亲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想来征兵，因为一些农活的原因他就失去了那次征兵的机会，然后我带着父亲的梦想来到了军营，现在我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让父母们能够看到，我已经很满足了，谢谢大家。是的，佳颖，你听你看，有这么多的战友喜欢你，是不是也是一种幸福呢？是的。好，再一次掌声送佳颖离开。谢谢大家。谢谢佳颖，谢谢。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展现最耀眼的自己，我已经很满意了，谢谢大家。
是战士之心，走进南京军区司令部复赛第一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来复赛的第二场比拼，谁能最终闯入决赛，敬请期待。